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款进化型的手游。大家会很好奇，中间这个人类会进化成什么吗？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Go！ 哦，结合之后从轮胎变成单轮车了。诶，这样就过关了，一关也太短了吧。那我们就继续玩下去吧，看他最后会进化成什么。这边累积到 100% 的话，会有下一个形态。这个是什么？大家会很好奇吗？继续玩下去吧，来 ，Go！ 第二关，哦，又是单轮车，这可以跳过吗？不能跳过啊！哦，可以可以，又回来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好像就只能变成单轮车啊。OK， 要等中间这个收集完啊，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。来吧，再下一关。下一个交通工具是什么呢？这不能跳过吗？真的都不能欸。啊，便宜。好吧。OK， 又过关了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下一台是摩托车啊。而且还是三人骑的欸。轮胎一样是人类。来咯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开始进化，开始进化了。哦，有跳台了。哦，跳过了。啊，上面没有骑人啊。哦，下一台是什么？开始，快快快！我要把我的摩托车结合啊，结合成完全形态。有了，哇，人又不见了，人又不见了，这墙都不能跳过哎！我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完全体到终点的时候啊？哦，到了第二大关了哎，开始吧！这一次我能够完全形态到达终点吗？没过哇，吃这个，吃这个宝石，虽然不知道这宝石能干嘛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差一个人，哦，有下一个形态啦，是一台汽车哎、欸，好，立刻来玩 ，Go！ 哦，汽车会怎样变呢？真的有办法变汽车吗？我觉得这超难的哎、欸。它、啊、障碍物超多的，然后我又没办法跳过，哎，哦呦，每个人都尽量要迟到，有了，有了机车的完全体 ，OK， 有了，终于啊，终于有机车的完全体到了，哦，下一台是什么？完全看不出来，来喽，这次我能进化成车子吗？应该可以，这次关卡比较长一点，哦，有了，有了。有了，四轮的了，哇，这墙也太高了吧！直接把我打回原形啊！再飞过，来来来，哇，选这个，三个人的，哦，啊，差一点，我方向盘被撞掉了，好高哦，这个乘以 2.8， 给 go， 哦，新的关卡哎、欸。啊，彩桥是吧？然后飞跃，哇，这还要在空中闪。OK， 只要三个人，两个我都要吃到，有了，完全形态到达终点。终于可以玩下一个形态了，来喽，有喽。怎么又是车之类的、啊？我们再看下一台是什么好了。有喽，呜、哦！终于，我们的下一台交通工具飞机啊！来，立刻使用我们的飞机。哦，下面这里还可以买800多就可以买另外一台、另外一种颜色的飞机是吧？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就先用这台吧。出发！哦，可以起飞了吧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啊，可以上下飞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哦，而且我一次就到位了哎，呀，吃不到，哦，有了，那飞机的下一个形态是什么啊？飞机也太容易了吧，第一次就完全形态，哦，下一台这一台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冲向下一台，好了。我们来到了第28关，来来，中哦！而且我发现关卡变得很难啊，来起飞，
这个不能去撞到墙啊！不，我才刚说，这个一撞到墙就是直接死啊！关卡变得超难的。来，再一次，可以来咯，这次可以过吗？哦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哇！然后前面你不是有那个木头吗？不能撞到木头啊，撞到木头一样直接死啊！呀，强迫你撞玻璃耶、欸！呀，躲过躲过，哇，变得太难了吧！快快，这边要起飞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差点撞到！哇，超难的，变得很刺激啊！上来喽！哦，再过三关就可以了。OK， 来吧，最后了，终于可以看我们下一台交通工具啊！玩的有点久啊，起飞起飞起飞 ！OK， 前面都是吃宝石而已啊。哎、欸，这关真的是大放送哎、欸！耶、yeah, ，狂吃，只要200多颗啊！好，然后再乘以几倍呢？哇、哦，乘以4倍多，哈哈，好多钱哦！来了，下一台，哇、哦，直升机是吧？OK， 立刻换上我们的直升机啊！哦，这里有其他的哎、欸，一 K 就可以买了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先用这台好了，先用这台主线关卡的。OK， 来喽，直升机会有什么特殊效果吗？还是有什么特殊关卡？需要用到直升机，来，飞过它，让我变成直升机吧！耶，不能不能到，又起飞，怎么还是飞机啊？飞过这个，飞过这个，让我变成直升机吧！快，还没啊！哇，前面没有人了。哦，下一台是坦克。有大炮哎、欸，这个大炮可以射吗？我是没有选好吗？有啊，我选啊。为什么变不到那个直升机啊？不行，我这次一定要变到。我、哦、开始有这个锯子的关卡了。来，再变。啊，有靠！这边到底是要不要让你变成直升机啊？你太难变了吧？啊，下面有一只都不能遗漏啊。OK， 飞过这个圈圈，哇，可以吗？哦，有了直升机。哎、欸，后面这群人被转着走。哎、欸，直升机可以减速哎、欸，直升机比较慢一点啊，比较好操控，不会急着撞墙是吧 ？OK， 又过了。那这台直升机我们有变过了吗？那我们试试看另外一台直升机，用 1K 的钻石就可以买了。来，来喽，看这台直升机是怎样。有点像遥控飞机啊 ，OK， 倒过它。哇，这里太窄了吧？这要怎么过啊？摩托车才能过吧？啊，不行了，我就从这里旁边过吧。飞起来，好险好险！哇，有新的关卡啊！狼牙棒啊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变了变了变了。两个螺旋桨的直升机，哇 ！OK， 好了，这次又顺利通关了。来喽，果然是战车，哦，终于可以换上我们的战车了。诶，下面还有一台不同的，我们先试战车，我们先试战车，战车会是怎样呢？可以射击吗？可以射击啊，就很酷哎！可以射爆那个墙哎！前面喷火是怎么回事啊？飞过飞过飞过！哦，前面有一堆人了！哦，有了，可以开炮吗？哦，可以耶！哎，这可以开炮哎，这也太强了吧！好猛哦！咦，已经没有下一台啦！把这游戏破台了、欸，要等它更新啦、啊。好，我们刚才有看到另外一台，哦，后面有导弹的、啊，快让我进化成飞弹车，我想看会有什么效果啊。OK，
PK。咦，我有飞过吗？哦，有有有，哎，我没飞过哎。PK， 前面一堆人，来喽，上飞机，飞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前面一堆人应该可以进化了。来，有喽，导弹导弹导弹，哇、哦，哇，连环射击耶！不错不错不错，这台还蛮帅的。好啦，后面好像也没有了，这一定要开这个吗？开这个才有吗？我想看最后一台，这是什么？最后一台这个啊，大家会很好奇吗？好，我们把那礼物盒，好像再集一个礼物盒就可以开啦。来，来了，终于开启了这台啊，双炮的坦克欸，上面坐了三个人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台啊，装上，来来来，看一下这台是什么啊。OK， 瞬间变成直升机了。你跟我讲后面没有人类哦。哦呦呦，你前面有人类，前面有人类，看到了。来，他们在挥手。上来吧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双炮坦克。哇，可以炸玻璃耶。我原本以为玻璃不能炸的耶。哇。哦，这台很帅，这台很帅。好啦，结束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